山市展邦锆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，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洋河镇对川村陆塘长腰港开发区126号，是一家专业生产硅酸锆的厂家。整整14年，佛山市展邦锆材料有限公司励精图治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及管理经验，拥有一支专业管理团队，现生产规模达到年产量2万吨。公司主要生产陶瓷用料硅酸锆、锆英粉及多种陶瓷用料。公司引入先进技术生产设备、球磨机、除铁机、进口干燥机等。展邦锆公司不懈追求，执着奋进，只为做出最优秀的产品。自2005年创立以来，展邦锆材料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做优质的产品，做优秀的人，以客户服务至上的销售服务理念，为打造百年品牌而奋斗终身。近年来，我们展邦秉承扎实做人、诚信做事的经营理念，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。售后服务上，展邦锆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标准，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产品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展邦锆材以良好的商业信誉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赞许与信赖。业务不断提升过程中，我们也不忘初心，始终坚持以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第一核心竞争力。今天的展邦正与一家集生产、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大型专业型生产企业的姿态，而立于广东佛山。高效的生产，快速的发展，展邦锆时刻为您服务。